呢間銀行咁鬼靚，側邊個住宅都唔錯，嗰啲單軌火車。今日我哋就係坐呢單軌火車去酒店，冇時間拍，一路夜媽媽咁。只鬼匿埋咗，睇下有時間嘅時候同大家拍下。哇！佢遠近對向嗰個拍檔，上成十幾層樓，好恐怖。穿到暈啦！哦，佢有另一條樓就落去嘅，一條上一條落。哇！入咗嚟之後重新轉。氹氹轉十八層啊，真係咁樣轉法，十八層地獄咁。有趣嘅就係咧，最頂嗰層同最底嗰層咧，即係最底一層都十一層啦，都滿曬，好黐線。終於轉到上嚟，獨龍轉，日本嘅停車場嗰個人。这个黑警有得差一点。要记住这些，如果不是真的找不到的车友。他真的有十八层，所以不是地狱。他第十八层的家伙。前面 SOGO， 我们搭 JR。啲 building 裏面穿梭去另一個 building， 哇！呢度有嗰啲 monorail， 我哋而家坐去呢個京城大久保，而家等車去我哋下一個地方。戴咗口罩真係似阿小達，差唔多樣。轉車搭到一個站，日劇成日見到個場景，通常我傻佬企喺度，一係俾人伸出去，一係就想自殺，俾人攬翻住，通常都係咁。一係咧，男女主角喺度分手講拜拜。除了我这个大叔之外，两个小朋友和 Mini 一起来小声。咖啡店都不小的，都很大的感觉上。可以开窗，哎，champion， 呀。